小狐狸和女主人艾蜜莉是最好的朋友，他们在森林中发现了通往神奇王国的神秘之门。进入神奇王国后，他们发现了一个美丽的王国。王国里有一只神兽，传说能帮助勇敢的人实现一个愿望。一只巨大的狼守护着洞穴，他们用巧妙的方法骗了他，找到了神兽。愿望实现后，他们开心地回家。